世界会可爱都是因为爱。那各位亲爱的超马家人，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章节是第七章，世上可是无奇不有。那么在我们进入今天的导读之前呢，我们依照惯例呢，还是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导读的这一本书《超级生命密码》，以及介绍这一本书的作者。首先呢，我们要先邀请福敏大哥来介绍一下《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让我们掌声热烈欢迎高雄黄仲勋。谢谢大哥。这本书是揭开生命的秘密，急得重生乐趣，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生获宇宙丰盛祝福，道出浩瀚星空殷殷期许，引领拾起宇宙能量，改变生命地图，承运光的祝福，启动生命奇迹。在你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展开。持有本书能量，生命即已圆满，轻松拥有密码之妙，解开所有的难题。那我们大哥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我是觉得是这个都是这些事都是隐形密码，你要得人生一切丰盛顺利哈，那和谐真的就是在里面了。因为有时候觉得老师的书哈。有时候看你，如果有时候我自己想，你如果不想要什么钻牛角，就是日子要好，不想钻牛角尖啊，要什么不想蓬头垢面。福敏大哥，你书拿开刀把你俊俏的脸遮住。那个我们在直播上打到了。会有时候看着看着会越看就是心生越心生欢喜，就像他想的嘛，有一些什么。重生的乐趣嘛，所以有时候以前没有书的一些，没有比较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逻辑的时候啊，那么有时候大家听好像就是会胡思乱想，啊会一直钻，然后跳脱不出来，一直在那边挣扎。但是书有时候就，我觉得老师的心，他音档也讲了，你如果步骤一二三都有做，很多事你不要看就是步骤一二三的大事化小啊，小事化无，对啊，就是他就是他说他导师也说嘛，修行两个字很简单嘛，就两个字嘛，但是其实里面是重重关卡，啊、当然就是我们、就是老师讲的实验的是我们大家学员的，不是老师说了算，对。好，谢谢福敏大哥的分享哦。那福敏大哥，你最近是不是比较有在分享超马？朋友比较有在分享，比较有开始做心法，步骤一、步骤二，也比较有在做，对不对？对，有。之前比较没有，最近可能十二月底的讲座课程也会比较有，比较多，对吗？对啊，感动总是一层一层上去，有时候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来欣赏一下福敏大哥，因为他本来就很帅，可是你要观望你从这个角度看他，你会觉得他手在发光，手比较白，发光吧，有点奇怪，你看他怎么手变白，手变是白的，手变白的，然后脸比较白，脸有点那种那个白白粉粉的，好像有点粉出来的感觉，就是我们那个很钝的肉眼这样看出来的。他的手变白，所以呢，传说中的超马手、超马脸出现了，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假设呢，是不是有开始打开心门，开始略略做分享，开始来领略心法的一些乐趣，这样子。有哈。有这个就是光的神秘作用力，这样子哈，在此跟大家分享。然后接下来呢，邀请琼珠，因为上次他很懊恼没有把老师介绍得非常好，所以这次呢，我们再接再厉，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敬爱的太阳圣人导师。超马家人还有美丽的殷琦，大家晚安。晚安。我上一次是下来觉得说，哎，
导师的书，还有 导师还会作曲作词，还有很多很多都好像都没有介绍到。啊，我就跟印说啊，只介绍到一半，你起来记得啦。妈妈的头脑很清楚。对啦，那就像那个导师的心愿，老师说要教导解惑，循循善诱，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进而成大器，这就是老师最大的心愿。他非常的慈悲又英俊潇洒。你看老师也会作曲作词，而且又做了十几本书。我们相信很多人修行到现在哈，应该没有碰到有一位我们的师父也好，导师也好，可以做出十几本书，可以让我们每天，而且他还有三个卡，还有那个太阳卡，还有丰盛那个趋吉卡，还有富有趋吉卡。其实我每天哈，我是没有太阳卡，但是我两个，我碰到一些问题哈，我真的每天，我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都有做心法一二三啊，早上一起床就也是要把身体都用的比较整齐一点哈，开始做心法，这样我觉得对太阳公公哈也比较尊重啊。那我就每天其实那个这两个卡我都会，有时候我碰到问题我就会跟太阳公公说，哎，我有什么问题，那我今天要抽卡请求太阳公公给我开示。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也觉得说我修行上需要开示的地方，请求那个太阳公公给我开示。你看我们还有这个这么多的卡，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提升，还有这些书，其实我每天哦都有，每天晚上啊，现在以前哦会看电视，但现在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那很简单，因为我都会跟人家分享说，我们导师很简单，就是爱感恩，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每天要看那个弟子规啊，那弟子规还要把弟子规要做笔记，自己重点写下来，还有还要把缺点也要写出来。那第二次再看的时候要看我们的缺点有没有改进。其实导师非常的慈悲，他又很就像老师时常说的，他像邻家的大哥哥哦，我们有什么问题请教他。其实我看很多人请教导师问题哦，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是生活上祖先什么什么，导师都可以给我们这么多的答案，而且又有2000多个音档。其实我每天哦早上哦，我做完心法，我有时候啊或晚上我都会看，都会听导师的那个音档。我觉得什么问题，因为下面都有主题，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那个可以到那个超马系统来。我真的是因为我修行，其实我从高中毕业哦，我就开始在修行，将近超过40年了啦，所以快60岁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到很多的地方去修行啊，什么都有修了，但是现在真的觉得说导师他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宝，什么都有。那我觉得他的书我们真的看过以后再看，一看再看，但是看一遍以后你要看其他的十几本哦，要再看第二遍，有时候都还没看完哦。老师有新的书出来，所以我就是不好意思啦，上一次我就那个引起 cue 我哈，我也没有准备啊，我下来以后说哦，老师很多的地方我根本都没有介绍到啊，那现在补充啊，现在刚才那个引起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还要讲什么，那我就依照我跟人家分享的，跟朋友分享的，跟认识的，跟客户分享的，就大概是这样的。谢谢各位。谢谢陈叔叔的分享，那无三不成立了，下周请继续准备。好，
那非常感恩导师哈，真的导师他的心愿呢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天地的祝福，然后进而成大器。那其实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受器跟导体呢，这个真的是要很大的心愿，尤其是一个当老师的人，他很大的心愿。其实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不会嫉妒你的成就，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嘛，一个就是我们的导师。那他希望呢，我们就是就是可以成大器，然后可以来利益着这世间呢，就是所有有可能有缘的有情众生这样子哈。那这是导师的心愿，在此呢再次的感恩导师。那我们呢今天讲到这个，会认为他这样的提问是很正常哈。那其实这就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对话。那后来我而且呢他在世间的替天行道呢，然后呢他在巡视着这人间的种种哈。那我一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呢，我就非常感恩我们老师这么样的平时，这么样的平易近人，而且老师没有说他会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学习，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才会飞哦。那好险呢，我们不用那么复杂，我们呢只要说，哎，跟着老师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我们最起码就可以睡得很舒服，笑得很开心，然后吃得下。然后呢吃下去呢就可以好好吸收营养到该到的地方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起码先圆满红尘、哦、先圆满人道嘛、哦、然后呢我想天道那就更有机会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能量呢以及光的这个作用力呢，我现在越来越更加笃定。我记得前两天呢，因为我们在菜市场彰化菜市场发书，那有一位我们彰化地区哎，原来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他的佣人呢就拿到这本书，所以他就打了电话给我，我也邀请几位同学一起去他的店里面跟他赏坐。那原来他就是国内某一家知名的连锁店的老板哦，所以呢他今年60几岁，然后在三十几年前的钱很大，所以呢当时就赚了好几亿的财富。可是呢在20年前呢，就像江蕙那个故事一样，就被他的亲的兄弟姐妹就把那个钱财呢几乎就有一些的掏空殆尽这样子。那我看他的面相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很庄严，而且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但是在那样子的庄严的相貌里面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可惜之处。好，那感觉不是，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是不能这样子论断别人，可是因为我们在超马系统里面看过更多的一些能量的展现，所以呢哎，心里面呢就有一些的对应点。那后来呢在好奇更加好奇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对方的口中说到他们家是5代的修行，在同一个佛门的系统，是5代的修行，在护持一个道场。那但是呢过去都很贫瘠，那是到他这一代突然白手起家，所以得到半世的富有，只有半辈子得到半生的富有。那现在他的把这个衣钵再传给孩子，然后呢继续再传，将这个系统他们的这个系统发扬光大。那我跟他说我想要学习，他说那个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系统也不能对外传。那他现在就是有发一个愿，就是这辈子好好修，来世再度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哦。那我在端详着那样子庄严的外表之下，我发现他少了光嘛，就是那么好的外表没有光。但是相较于旁边的学员来说啊，可能每个人的起点呢有高有低，但是我在超马系统看到的学员，假设有赵老师所教导的如法实修，他身上的光芒展现呢顷刻就可以拥有，可能3个月，老师说呢我们在超马系统学习快则1个礼拜，慢则3个月，一定会发生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呢，可能是我们没有如法实修。那所以呢今天呢也看到另外一张，除了那个高雄黄仲坤福明大哥那么帅的哦，开始有点光芒展现哦，万丈光芒的那种展现之外呢，哎，我也觉得今天玉彤哦特别漂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那个什么因爱而富有四十九天呢，你看一看就知道谁有做谁没有做，有没有很明显？是不是是不是老师怎么说怎么做？所以呢请玉彤赶快分享一下，先展现一下她的美丽的光芒。耶耶真的美丽的一体，然后各位帅哥美女超马家的晚安晚 安，很开心哦，我真的有参加49天，要给大家看一下，对，站起来站起来要闪一下光芒，加那个七彩霓虹灯。然后记住我现在脸哦，然后我跟你说，我会越来越漂亮哦。等着瞧。真的，我昨天在跟诺姐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跟她说，哎，我发现哎，我好像录了49天之后越来越快乐，然后越来越有自信。我以前呢，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自信的。我跟别人讲，别人不相信哦。可是我觉得那是哎灵魂底层的不自信。对，可是我现在真的看得懂，以前真的看不懂，我就觉得哎奇怪，为什么每个人说哎不会啊，你长得至少还很清秀嘛，对，然后我就没有感觉，就觉得哎你可能在安慰我这样，对我真的这样觉得哦，可是现在觉得哇我真的变了，而且我变得好漂亮哦，很快乐，然后我就跟诺姐说我真的会越变越漂亮哦，你要看着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超忙里面就是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会有同修嘛，然后就是有个同修就是同学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然后我真的要感谢洛姐，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好棒哦。她看了我录49天之后，她就一直很想录21天的，她21天没有录啊，49天，所以她没有经验，所以她就很紧张，说：“哎，到底要怎么录啊？”然后我就教她，你懂吗？然后我觉得她真的很认真学习，让我看到，我就说：“哇，我好感动哦！”她就是为了49天，每天我们现在每天打电话，哎，我跟你说，那要怎么录，怎么上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哦，因为我有21天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看哦，我有21天的经验，然后呢，我就可以帮助他，然后我就会来帮助很多人。我以前不想学，我那天也之前不想录哦，可是我说哦还好，我真的有乖乖的听话照做。然后你学起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就会来问你怎么做嘛，然后我就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别人，我觉得就很简单，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很快乐，然后我就觉得。洛姐真的要给他鼓励一下，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认真在录49天。录了吗？他录了，他第二天，他第二天了，对。可是他就很紧张，说到底怎么上传？对，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棒，来给他鼓励一下，对，对，谢谢。好，那还有一张呢，录比较。那个还有一个有录啊，有一个确定有录啊，而且不仅录了49天，还之前录了21天。哦，好，还有一个，谁呀？新友，你妹妹啊？新友啊？你不认识吗？我妹妹是我亲表妹。你忘了哈？来，新友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她的万丈光芒。这个还有去过美国呢，回来之后脱胎换骨，从男人变女人。喂喂，各位超马家人，大家晚安好。美丽的英琪姐，你看现在变得多么纤细，多么曼妙。以前不是这样，以前都直的。对，以前真的看到背影，你会以为我是男的。真的，这个从国中一直延续到我结完婚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应该我上辈子是男人没错。上辈子就是男人，然后这辈子的上辈子也是。对，然后我其实每次录完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回过来看嘛，然后我都会想说，哎，奇怪，这个真的是我讲出来的话，然后里面这个真的是我吗？都会觉得还自己都还蛮怀疑的这样子。那其实我更早之前也有录过，可是那时候真的很 NG 哦，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不修边幅，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示范。那真的是有一起学姐的提点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真的我们就是所有行住坐卧当中都要注意这样子。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家大女儿啊，她也是刚好我在录影，她在旁边晃来晃去，然后本来问她要不要录镜，她就说她很想要录镜，可是她有害怕，等到我要按开始的时候，她就躲到旁边去了。然后结果她的小手就不时的这样子晃出来，有点吓人。而且她很可爱，她都知道说，
他好像跟我有那个心有灵犀，他都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什么，他就跟我一起讲。对，因为他知道妈妈以前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很知道说我大概接下来要讲什么话。他看过妈妈以前那个很不像人的那个样子，对，所以他现在看到妈妈的改变，有时候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惨痛教训来跟他说：“你看妈妈以前那个样子，有没有对事情有没有帮助？”他说没有，说对，妈妈都已经演给你看了，那些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学，然后我们才要改变。那所以妈妈也很希望你以后不要，就是妈妈已经做错误示范给你看，到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就是我们要改啊，改成用感恩，然后改成就是遇到事情我们要先反省自己，而不是一直指责别人，这样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哎，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就变成就是真的就是我的那个，真的血淋淋的教训嘛，然后就可以跟女儿讲这样子。嗯，好，谢谢金佑的分享。我觉得金佑他真的很认真，自从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来凤山湖聚会，所以已经快要一年了。我们是去年三月份去美国做一个学习，然后来我就发觉呢，他真的就是。就近呢，就是除了屏东读书，又在加码这一场，然后而且帮我们做志工的服务。那我个人呢，这样子看起来，之前呢在录21天的时候，我发觉呢有录那个喜乐丰盛，那个迈向21天迈向喜乐丰盛这个活动的同学呢，我觉得他们的光芒每天都加一个烛光以上。再来呢，我发觉他们一天减龄一岁，所以我很可惜，因为我录4天，我才减4岁。所以呢，这一次呢，在2月10号，我们报名截止到2月10号哦。所以呢，哎，我现在呢，我要一天减一岁，所以减到45天的时候呢，我就重生了，我就从头开始了。然后呢，之后呢，就会越来越年轻，就会就是会更加登峰造极这样子啦。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呢？就是我们承接天地之爱嘛，所以我们来这里，我们在人间视线着，然后有这样子的光芒，有这样子的丰盛呢，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我们要展现这个丰硕的一个成果，好，然后让大家呢非常具体的看到这个一个实相的一个展现。好，那新佑呢，他之前呢吼，真的是吼，不仅呢非常的豪迈。还穿吊嘎，我那个，我想问他说有没有需要切一盘卤味，这样子。然后，但现在真的是很纤细、很细致哦，真的，我们从骨子里去改变。那我们这位旁边这位可爱的冠慧姐哦，原来她录2天，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她改变的很快，为什么有些人改得很慢？就是年纪比较大，卡比较重，所以要更认真。所以呢，有时小巫师。有时候呢，我们呢就不要想说自己嘛年轻慢慢修，我们就是趁着年轻现在有筹码，有时想无时嘛。那我们呢，假设比较年长，或者是说我们经历的比较多呢，这样子修呢，我们最起码把握此刻，对不对？因为老师说呢，学习超马只要你有心，真心诚意，这一秒就会改变，不用等到下辈子啊，还是要修5代的，好、哦，是不是？那其实坤慧姐真的很可爱，她很发心。而且呢，他很认真，每天都拜读他的文章这样子。好，那我想说，请冠慧姐来分享一下，他最近呢，哈、哦，就是很享受超马的生活，然后来分享一下他的快乐。好，美丽的殷琦主持人，还有凤山超马的家人，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对啦，你会看我吼，爱慢慢拉鲁啊，好，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或许我也有一种，我也有一个洒脱，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吼，我是自在参加啦，对啊。那要得奖啊！要得奖！他跟我说他不要得，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得奖。好，跟老师讲。对啊，那个。觉得自己哈、哦，这个不像玉彤这么年轻貌美嘛，当然也就竞争不过他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没有啦，因为进入超马学习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人生的一个新领域，就是新的一页。对啊，那个什么每天又要写心得啊，然后现在还要上传 FB 嘛，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个磨练。对，那我是非常的心甘情愿接受这个磨练啊。对，因为想要迈向生命全方位的富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要想要让生命提升，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更聚合的话，我觉得其实很感恩太阳神的导师啦，因为看那个超级因果密码嘛，就会知道说他为什么要出那么多的节目让我们在这里，就是好像很热闹这样子。对，因为真的就是怕我们怠惰，确实是哦。我觉得我在任何一个学习领域其实都没有像在超马这么的忙碌。对，就是就不演就不演，可是这样的一个忙碌下来，其实我觉得很充实而且很快乐。那我体会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忙碌，其实就是在把我们的能量做一个最扎实也最扎实的聚合，然后简单讲其实就是修得要快一点啊，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就是三七五减除，修行也在三七五减除，今天有修明天没修这样子。然后习气呢，其实呢可能在生活中，我觉得这个习气就是就是带着习气在过日子。对，那在超马呢，我觉得就是这些时间以来几个月下来哈，我真的面对我自己的习气哈，还面对的还蛮怎样，就是觉得啊自己还这么重的习气这样子。对啊，然后但是呢真的也不想再带到下辈子了哈。然后既然有机会，我觉得其实透过忏悔吧，对，透过忏悔，从点对点的忏悔到习气的忏悔，到起心动念的忏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很感恩呐。对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我们有很多习气其实是根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习气，其实是习气掌控我们，就是负能量。对，我们是被负能量给掌控，那我们其实是拿它没办法，因为我们连觉知都就是我们并没有觉知这样子。所以其实透过就是参加49天迈向因爱而富有这个活动，其实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有讲嘛，其实我的内在，我才发现我内在其实是蛮冷漠的。对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太想去关心，也不太想去参与。好，那就是以前没有修道的地方来超马好像都不放过我。对，就是要从最基础的哈，就是怎么样子真心的去关怀，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因果嘛。以前我不关心人家，现在人家不关心我，好，那我们就不要去计较。对，然后要诚心的哈去忏悔，然后那从现在开始去表现出我们的热情。对，就像刚刚一起美女在讲的，其实修得快一点，那让我们自己生命发光发亮，发光发热，其实是真的是为了要影响更多人，或帮助更多人走上超马这一条。对，就是喜乐丰盛的路啦。所以自己真的要较感恩呢，还要更实修。然后我觉得太阳神的导师的叮咛，比如说叫我们写心得哈，然后你看要录一个49天，还要送这么多好礼，对不对哈？然后我想说，哎呀，也不探点，探不探点亮相那边安呢哈？所以我们要去善解说，善解导师的用心，然后真的要跟着导师的脚步，步步实修啦。对，因为提升的还是自己嘛。对，谢谢，谢谢，谢谢公慧姐非常棒的分享。公慧姐千万不要忘自己，因为还有我妈，她也会参加，还有春梅姐，所以呢，对不对？像那个春梅姐呢，她在上一次的那个竞赛里面呢，他也是脱颖而出哦。
也是前九名哦。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芋头年轻漂亮，但是我们还有春梅姐当指标。那我妈妈呢，她呢，她真的很棒，她接触到这个系统之后真的是不得了，她等于是说也看清楚原来那个系统61年了，她现在呢就是以超马系统为主。那过去呢在那个系统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奉为圭臬，但是我们都是感恩来时脚步。那我妈妈，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呢，就是暗，很暗沉，然后斑点很多，然后呢，那个，而且不管很多斑点哦，在末梢的位置呢，哈，比如说手跟脚，好，这个四肢的躯干的末梢呢，哈，我们说年纪假设比较年长的话呢，是不是循环比较不好？不止斑点多、暗沉呢，同时还有那个伤口，然后都不会愈合，可是她一遇到超马之后很快哦，2-3个礼拜变得很光亮，而且他的斑哦一直在退，然后呢到他原来手上有一块胎记那么黑哦，我这样子像我们看过去，假设你们要仔细看，他因为光线好像是光的一种作用力，其实是看不到那个斑点。好，那我昨天在我们彰化读书会呢，会后有一位第一次来的学员，他很欣喜的跑来跟我做一个那个相认，他说他2年前到我以前的办公室跟我做一个简短的会谈，他记得我2年前的样子，他说我变很多，他说2年前呢，因为他刚学一个中医的理论，他跟我对照我当时脸色的气，那个脸的气色还有某些位置的一些比如说就斑点啊还是什么样的特征，他断言说我身上有一些对应的疾病，他说我那个都不见了，他说那个都不见了，而且经过2年我们应该是更加的衰老嘛，他说没有，气色更好，而且更加的光亮。那这个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啊。那我刚才也注意到那个碧玉姐姐，哎，你看她的手啊，她刚才这样子手就放在那个脚上，很美，我那手啊出现一种美感哦。那我也从侧边知道说她发了600套书出去，就在这几天，哇，真的是很有心哦！你看他气色也是不一样，超美的。好，所以我想我们在超马系统呢，很多人呢都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当然呢，这是我们的德，然后有德就有光。但是呢，让也是一种美德。但是呢，对于做天地事，对于利益众生呢，我们是当仁不让。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阿赖为我们导读第二段。现在是资讯爆炸、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在报纸上看到科学家又发现了什么秘密和发明了什么新玩意儿。科学家的发明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种福气，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在宇宙时空里是一项新东西，因为在整个宇宙大学里面，我们每位学生有着无数研究不完的课题，每一项主题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而且当你融会贯通之后，你才会赞叹宇宙间的各项道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在与弗任居相处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发现了，只要弗任居一出现，我们所处的室内就会隐隐约约地闪烁着某种光点。那时我以为是错觉，但是如果是错觉的话，怎么会在我一不注意的时候，光点就又闪了那么一下？后来我向弗任居请教后才知道，这些光点一般是看不到的，要有缘人才能看到，而且这些光点里面的智慧体远远超前了人类现今的科技。好，谢谢阿赖的导读。那也想要请阿赖分享一下最近的近况。一起美女还有各位超马家人，大家晚安。晚安。我最近的近况是，我刚在车站等换会的时候，我就顺便联络了我公司的同事，因为我不知道在昨天做
做心法的时候，突然就闪了一个灵光出来，要我去我们同事他的新社区大楼那里发结缘书。然后我忏悔做完的时候，然后做那个回向。那我每次做忏悔，我回向，我会感觉说，老师不是说，做完之后是让我们用心去体会之前跟之后的不一样。然后我做完，我昨天先做完那个忏悔的时候，我的胃是整个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整个肚肚就气很不顺。然后我就试着跟负能量沟通，是不是觉得我的那个回向不够到位？要我就回向了，是回向吗？对，发愿发愿啊，对对，发愿啊，不是回向，发愿。然后就发愿，会肚肚。然后发愿，然后我就把那个灵光一现的那个，我就跟负能量沟通，你是不是要这个功德？我的胃就瞬间没事了。就瞬间没事了，那我就知道说他要的是这一个。然后我今天就跟我那个同事那个沟通，然后他说好，他就说好，然后他叫我说先拿出给他看，说好，那我就先拿出给他，就要先拿出给他看。如果说这个他愿意那个就是协助的话，他们社区有200多户，对，好啊。然后这个是今天发生的，然后还有一个，我分享一个上个礼拜发生的。之前我的右手大拇指反击手非常严重，我一直一直说我要去开刀，要去开刀，要去开刀。可是我后来我没有去开刀，可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通。然后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光辉跟玉彤他们那个上完读书会回去的路上，我说。我手真的是受不了，痛到我这个，我说我决定要去开刀了。然后回去我也跟我儿子这样讲，我就说那你就去开刀。可是就上个礼拜六，我早上起来了，上个礼拜六不冷，我起床洗脸的时候，平常我都是用冷水，可是那天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很想要用热水洗。然后洗了之后，然后也没有特别的那个，就是那天用热水洗了之后，白天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的手很像没有那么僵硬的，也没那么痛，然后我也没有多做注意，就对。可是从礼拜六那天到现在，我的手不要而已。就是平常，因为之前冠慧有跟我讲说，跟他忏悔，然后我就有跟他忏悔，可是真的这神奇的神秘作用力就发生了。我的手本来真的是要去开刀的，那我现在是可以活动自如。哎呀，我没有开刀，然后而且我也已经2个月没有去中医那边看了，不然以前我都有看。然后冠慧跟我讲说你要忏悔啊，我每次在叫的时候说你有没有忏悔？好，回去忏悔，然后就发生了。哎呀，真的是很感恩天地，感恩老师。哎，谢谢，让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对啊，真的是有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一直在发生。那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位来自台南的莲香，然后呢，哎，我觉得她又更美了，因为她之前也有，她之前有来过这里分享，那一次是我们人最多的一次，90几个人挤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哎，我觉得她。上次就觉得她很美，但是这一次感觉变得很纤细，变得更美。但是大家看不出来，她其实才刚农莽，她还在农莽时期，她在采那个枣子，她在采枣子。可是呢，哎，看不出来哈，就还飘一点仙气。然后呢，她在枣子园里面呢，也享受着跟太阳的那一种。的那个对接，然后呢，也感受到那个物物有情的那一种爱哈、哦。然后我想这个部分呢，请莲香哈、哦、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我非常感恩哈、哦，
因为上礼拜啊，英吉就是有来，这边有他，但大家看得到。哦，好。哎，超好家人，大家好，好，感恩英奇姐，然后呢，还有我们超马家人，很奇怪，我就是真的都好喜欢看到超马家人，因为可以一起互动，然后共修着我们的成长。那因为我进来也半年多了，差不多半年七个月，那我觉得真的在这半年当中啊，我这一辈子可能没有这么快乐过，而且是持续的整个半年都是这么快乐。那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就是高低起伏，那尤其是因为我也没有回到家帮忙找资源，帮忙父母亲的工作，因为很早就嫁了，然后呢今年就特别的辛苦，然后特别忙碌，回到家里帮忙找资源。我也从来没有过过说早上六点要起床，然后到田里，然后戴着那个帽子，然后围着围巾，然后剩下两个眼睛，然后呢就是戴着手套，穿着雨鞋这样子，然后到园里这样子。所以呢，我蒙住了，人家也不认得我；然后我拆下来，人家也不认得我。那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丑过哈，还可以骑机车出去的。我是这样子不敢出门，但是我都突破了，因为我觉得太美了，因为我心中就是感受到就是快乐，就是什么都是美的，所以我做起工作来也不辛苦啊，然后早上就忙到晚上的七八点，有时候还要包蜜枣干，然后赶工这样子，那大家都吃得很好啊。那今天因为让人家载过来的，所以也没有多的拿出来，不然今天就分送给大家吃了。那真的很感恩哈，因为我在这两个多月来帮忙爸妈找资源哈，其实我真的感受到就是天地哈，物物有情。因为今年的天灾哈，就是不是寒流吗？然后一寒流下来，那种天气的变化是所有的做农的哈都没有办法看的，这书。但是呢，它的一个作物就是因为天气的气候影响哦，就可能一整年的整个辛苦都白忙了。对，哎，那我爸妈我就当下看到这种眼前是这种事物，然后现前，那就回想到老师哦经常在讲的，天地对我们有情，但是呢，如果他一做工下去呢？谁会遭殃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抗衡的，因为天灾嘛，所以所有的人为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天灾的问题。那你跟大自然如果一反扑的力量真的太强了，那我爸爸这一次也是受到就是灾害，所以那今年所有的枣子也呢全部的枣子都很奇怪，就是那个皮肤啊完全垂得要命。我爸种这么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种过这么丑的枣子，然后呢我就带给读书会的学员一起分享，我说外面很丑，但是呢咬起它吃起它来却是很甜美。那因为就好像我们外在不重要，但是我们内心是甜美的，我们内心是美的啊，所有接触呢让别人让所有人一接触到它就喜欢它。那我们学习超马也是有这种感觉，那也是从这个枣子里面我体会过了。还有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要那个拿工先遮啊嘛，好先遮的是要把多的都采掉嘛，那个就是要好像在挑选最好的种子这样子，所以把最好的留下来，然后把最不好的就一一的删掉。那有时候那时候在选择啊这个当下，我就会想到超马也是在拣选善良的种子，当你有善良的那一面呢，就是一个美，就是一个光亮，然后呢天地就会拣选你。那我就在想，那我自己是不是那一颗要被上帝天地拣选的那个种子。所以在那当下我体会很多，然后呢更严重的是那两个月给我的考验真的太大了。因为呢
我从来不知道我爸妈的生活是这样子，他们只要踏进那个早稚园，两个就是大声来大声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么温柔习惯了，然后你们大声来大声去，我现在很不习惯，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调和剂嘛，哈，然后帮他们中间呢，就是画一些就是快乐的果实，所以呢，就会降低他们那种声音啊，高大声音的那种音量，所以就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我看到我爸已经非常非常的过分，就阿爸，然后就爸的嘞，就是我跟我妈已经在阻止他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他竟然就是在当下是有平息下来，但是到后面他是用偷偷的去采购，就是我们那个烘焙机，因为我们今年早市真的很不好，所以都要打下来，全部都要烘做早市干子。那他觉得就是一定要再加购，但是我回来是帮爸妈减轻工作的分量，结果他是加重我们所有在我的分量再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很不舒服，所以就跟他杠上了。然后啊，我就想说杠上了之后，我说惨了，《弟子规》犯了吗？所以我就那一天晚上又跟他做忏悔，然后忏悔完之后就好了嘛，然后又化解了。所以那种就是真的，他在生活境里面时时刻刻在考验你是不是真修行，所以我就被激了嘛，然后被激了，然后就忏悔，然后呢就回悟到平静。那时候我就马上哦，在忏悔当下，我就发现了一点，不管爸妈怎么忙，我都不会忙到忘记礼拜六礼拜日要去超忙，要去读书会，我不会因为你的忙我就不去忘记了，我不行，这样子我会更惨。所以我就想，我就在忏悔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点，我们人经常就会为自己找借口，就是我很忙，我这个非常非常的忙，没时间，所以我们那种忙的时间啊，只要一过后，你会发现你退了一大步了。所以我在忙的当中呢，在忏悔，然后又跟我爸这样的事情啊，更让我清楚我的生命要怎么过，所以我就发现，哎，我在爸妈最忙的当下呢，我也要去割舍，该是我要修行、要走的路、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忽略掉，尤其是我对天地的承诺，我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忘却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要懂得割舍。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孩子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割舍。其实你的生命不是为了孩子这样过的，我的生命也不是因为父母亲他们这样子的忙碌，我要这样过的。所以我那当下就跟我爸妈就在讲，我会忙，但是呢，我不会忘记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一样要回来读书会，我一样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共振这样子。然后呢，我爸妈就说很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因为我就是手机我会背着，然后呢我就拍音档就听啊，然后听着大家就是声音就很平静的，不会一跨进园里就大声小声这样子，哦，真的改变了很多。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还有更棒的事情，就是老师不是在超马里面都有小片段的几分钟的那个音档啊，可以听可以学习，我也就放最大声的给我爸妈听这样，我觉得很有用。所以我们在生活境里面呢，我们要善用工具，因为我们的情绪呢不会永远处于高端，随时会有考验嘛，所以你要处于就是在八分以上最高端的状态呢，要善用工具。有时候自己的一个能量不足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赶快调动。然后还有，因为我接收阳光啊很强，有时候就是早晨我就爬那个梯子上去，我就跟他呐喊，因为我内心都会呐喊，
阳光，你要普照我，你要光给我，你要爱给我，然后让我再可以再去分享，然后再去扩散我的爱的能量这样子。所以呢，他经常在加持我，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怎么那么精彩，所以我就很快乐。在早晨我也哼着歌，然后唱着歌，然后在那个就是忙枣子干的时候也一样唱着歌哼着歌。然后我爸妈好像说你们下午不会累，但是呢，但是就是会脚也酸啊，腰也麻了，那我们就是会忘却掉，然后就隔天起来还是精神一样哦，很非常的饱满，然后很爽，然后鼓励的父母亲，然后让他们感觉生活就是这么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本来就是要美好，要快乐，要丰盛。那有时候你去想哦，当你的生命丰盛的时候，又可以让别人来丰盛，对，又可以让别人快乐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我像我这个礼拜哦，好奇怪，就每天手三个指头末端都是麻的，麻到我自己莫名其妙，就是天天麻，然后从早上麻到晚上到半夜，我都知道它是麻的。然后今天我就是要来接引一个，就是要渡一个人，那个人是超级有影响力的，就是在潮州，所以我就有设定了。那前几天也有做就是唱的，然后就是发这个愿，就是要渡他这样，希望能够让天地来拣选。然后我今天跟他见了面之后，我手就不麻了。所以刚才就是大姐有在讲手指头的问题，我就突然想到，哎，我的手指头怎么不麻了？就因为我发了愿，然后马上立刻行动去执行了。就是那个打负能量忽悠来了，我们被忽悠的心情很不好嘛，所以我们不能忽悠负能量。那我就做了，然后做了，哎，怎么一跟他接触见面而已就 OK 了？是刚才我当下才感受到，因为我这样忙也不在意，就是很不经意的这个手忙的问题。然后刚才我在分享，我就又听到，感受到，我的手怎么不忙？然后呢，在车上一路上，我就跟他分享的说六月三号的事情，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在二月底之前，就是要早早鸟票的报名，然后呢。我还要突破一件事情，就是也要帮我老公报名，因为我老公是最难最难最难顾的身边的最亲密的那个人，所以我一定要这一次要大突破，就是提早先要报名。然后报名之后我就赶紧啊，就是找天地的祝福，然后找负能量的帮忙，请他们呢开路，你知道吗？然后我愿意做功课，因为我功课如果做足了，他就会顺利的来。我功课如果做不足，可能中间就会给我障碍。那你要提早告诉我，这样子我才好引入他六月三，不然我刷卡下去我就报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定要做好。那我就觉得，就是当你有这个心，然后发出这个力量，就会得到祝福，而且就会实现。然后我们不是想要去完成我们想要的梦想吗？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先做自我承诺，然后呢就把声音发出来，然后有天地的祝福就会帮你做功。那我觉得很棒。那我今天也是补上这个勇气嘛，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超越我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老公太大男人主义了。我如果提早没有跟他讲，然后把他做安排的话，他是最痛恨这种事情的。但是我今天又把他做了，所以我觉得天地会祝福我。然后我还有发一个蛮不错的，就是虽然在忙中呢，因为之前英体一直有在鼓励我说，我们台南安南区可以再开一个读书会，那我这一次也把他下去了，对啊，下不住了，对，我也下了。我说我也时间日期也把它拉出来，我就说三月十号我就要在安南区
开办读书会。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大的勇气呢？这样在这么多家人的面前讲，因为我也要警惕了我自己，我讲出了这一些话，有这么多人为证，所以我不能再跟所有人开玩笑，因为人总是会有惰性，尤其是我感受非常强。非常强啊，然后我就在好像在天堂那种感觉，那天堂过惯了，我就会松懈，然后我就会懒惰，然后我就一松懈一懒惰，我就忘了爹娘。我有时候会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生怕这样子，因为我真的很怕再堕落。每一次的修行呢，如果遇上了堕落的时候，就五逃轮回。那修行最怕就是五逃轮回，所以老师说修行也是一种赌，里面一赌，但是赌下去之后呢，如果你去执行了，看到了，你的人生就是又另外一片天了。对，所以我们要赌我们自己，而且来到超马就是赌对了，你押对宝了，所以不用害怕，尽量去做。我发现我的丰盛就是因为从相信，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越做越到位，然后用你的身心诚意去做的时候，心法会让你很丰盛。所有在外面的修行的路上，我发现都没有心法这么殊胜。那老师把这个心法这么简单可以落实，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你这颗真诚跟善良的心只要把它调动起来就好了。以往我的心是封闭的，就像我们地市的老四，我们要说老二啊，老二级啊，老二已经小两岁了。对啊，少两岁啊，两天就少两岁，少两天。真的哈，就像他讲，要勇敢的去突破。我们生命真的很多奇迹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突破，就会变，就会变。那以往我的心也是一样，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不敢去尝试，然后用冷漠的去对待所有的人事物，那一种其实是内心其实是有受伤的。当你受伤过后久了，就封了，就封存起来了，对。但是当你的封存盖子一掀开，你要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生命是可以这么美好。哎，我们不应该这么冷漠。所以我进来超马之后，我就又更热忱，以前就很热忱了，那又曾经受伤又封闭起来，然后再次又开启我那一个瓶口盖，就是超马。超马又让我的生命又丰盛起来。那我在这里鼓励家人，要你那个瓶盖啊，愿意把它悄悄的松，打开来，你的生命就会再重生。那感恩大家，然后感恩超马家人，大家一起努力，多起来，多好自己。谢谢莲香的分享，真的讲得很棒哦，看不出来才来半年，哇！那这个我想呢，他呢也得到很大的祝福跟礼物哈。那就像林香讲的呢，天地在拣选种子，其实我们都是已经被拣选了，我们也得到这个叩门的机会。那每个人都像中了乐透彩券，但是呢，有没有人可以好好把握哈？到时候是否把这个中了彩券的外衣给丢了，然后或者是说？像很多的中乐透的得主哈，他到最后反而比原来更加贫瘠，那都是因为不懂得珍惜。所以我们不仅珍惜，而且呢更要紧抓不放。那也感恩老师呢，他特别呢这一次别出心裁，特别帮我们规划这个早鸟票跟早早鸟票这个优惠，然后呢一直想办法，汪峰先生送给我很多的礼物，其实这些礼物都是一个祝福。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票券上面，我们及早拥有的一个殊胜。你看了我们刚才说，哎，像玉彤啊，跟那个新佑啊，他有先做这个心法，他就比较光亮。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从这样一眼这样看过去，哈，对啊，就是有做那个49天的这个家人呢，他的样子确实呢就会不太一样。然后在此再次跟大家分享，有一次呢，我在讲座要开始前一个礼拜，我来到我们台湾的某处读书会，那个读书会我是第一次去。那因为呢，我大概他人数不多，我去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个。那我在参加这个读书会之后呢，因此呢就看着那个现场的学员能量场有一些不同的视线。那因为这样子有一些灵感，那当场我就好奇的跟学员呢做一个交流，然后我就可能询问第一位学员呢，你是不是只买了23号的票？然后第二位学员呢，你是不是买了连那个不仅买了讲座的票，还买了课程的票？那还有一位学员呢，你是不是也报名了大阪跟这个2天一夜的课程？没有一个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光的能量有所强弱。然后再来呢，我又看到两位哦，他的光芒特别不一样，我就好奇的询问说，哎，请问这两位飘着浓厚仙气的家人哦，你是不是刚完成那个21天迈向喜乐丰盛？他说没有错，你怎么知道？然后呢，又看到另外有一位家人，那个光芒哦，那个样子更加不一样。我因此也是很好奇的请教说，你是否发愿你要开读书会？那他也是眼睛瞪的，他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说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呢在第7章的某一个段落里面呢，在104页第3版的104页，他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当事者身上的能量，其实一般人我们有时候是不见得看得到，但是假设我们稍微精进的话，因为精进的宇宙学生是可以了解到每个人身体能量场所对应的许多主题。那我想或许当时呢确实看到这个光的作用力呢在每个人身上有了许多对应的主题。那因为那样子的真实不虚呢，现场呢就有七位学员报名了2天一夜的大阪跟，还有呢七位学员报名了24号的课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老师的课程呢不是在现场才开始上课，是你买票的时候能量就下来了，他就祝福了。那我昨天呢彰化读书会有一位家人呢，他是才刚来刚来到读书会嘛，他没有上过老师的课，他就在分享着他过去呢能量场的不稳定，造成他12月份呢他的股票他的投资呢失利，本来应该赚钱呢，他就是会乱选，就是那3只里面呢，就是每次呢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我不禁就想到小杨那时候也是在同样的12月份哦，在考虑着他到底要不要报名24号的课程。那因为当时他是有一点点好像都没有赚钱的情况下，可是后来他发觉能量不灭，灵魂不灭，是不是？好，然后呢，因果不灭嘛，所以当他决定呢要给自己更多的能量跟光的这个投资的时候，原来投资自己是最值得的时候啊。听他说了，他的收益呢就是，哎，不仅呢他跟他的朋友呢都可以上课，连妈妈都有得到一个受益，可以去上这个课程。好，所以呢我想这一个光点里面呢，我们这个光呢心法里面呢它是有光点，光点里面呢它代表不同的智慧点。然后刚刚好我今天呢因此今天要来到凤山读书会之前呢，有一位家人呢刚好来我家在准备着我路共修的一个事情，他放了一个音档，然后跟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对应，想在此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音档。好，这是导师一个音档，我们来听听看。做心法时，天地间的能量会把你的能量场瞬间平衡，做心法时，天地间的能量会把你的能量场瞬间平衡。没有师兄，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不可能！
而且比较不容易啊，各个方面都不容易一点。这样子。那么，为什么？在做刑法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或晚上都一样的时间做刑法。你在跟天地间的能量场相接通的那一刻，你要的就是在那个瞬间的平衡，大概三分钟，把那个平衡带到你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听懂我意思吗？不懂啊？平常不是做心法吗？在做心法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平静、平和、平衡的感觉？有吧？这感觉它是一种能量，对不对？所以刹那间，你跟天地同处一室，天地间伟大的、各种的都是你的，对不对？在你的心中，这个能量它已经是没有大与小的分别，而是你和他是同处，对不对？在那一刹那，用你的照相机，是的，录影机啊，摄影机，全部把你的灵魂层让它丰富起来，听懂吗？不管你那一天里面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知道在那一刻应该要把你的灵魂层丰富起来，而得到一个持续的平衡。不能平衡就是因为能量不正常了嘛，是不能平衡，对吧？你太高兴也不平衡了，对不对？然后明天要结婚，今天太高兴啊，不平衡，对不对？那太高兴不平衡，那后面老板问题是没都有可能啊，是不是？所以修行人应该是不管高兴不高兴都很平衡，还是修行人？你说，哎，那修行人是没有自觉啊？我讲这么好笑笑话，看他别人笑不高兴，其实已经在笑了，对不对？看你要扮演这个角色，对不对？你说，哎呀，这样子，我的性格，我就是喜欢大笑，我不笑到那个程度，我就不过瘾。哎，修行有修行的气质，是不是？慢慢的，慢慢的，人家看到你，哎，你就是修行人，你不会过大的喜，也不会过大的悲伤，对不对？你会很 sweet 笑，但是你不会很 crazy 的在里面上下游离的啊，如果要画数学图形，对不对？应该是很明了自己在平衡状态下。那这是我们在要求我们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个突破。你能够这样突破，你的生活里面很多原先因为你不平衡而产生的烦恼就开始慢慢脱离，是不是？所以我说生命生活会改变是副产品，这是的确的事情。好，先生跟太太，太太跟先生，任何要过去了解。好，谢谢老师的教导哈。确实啊，我们要先将自己的灵魂先丰富起来，然后将这个能量呢做一个刹那间瞬间的平衡，然后提升我们灵魂的丰富度。那这样子我们生活境的一些改变呢，其实它是副产品，它应该是不求自得，然后应该是非常的丰富。那确实呢，也感恩导师哈，在我们的课程以及讲座当中呢，教导我们呢也来学习很多的丰富。那你看，我们从这个23号的课程，讲座，然后一直到24号的课程，然后到两天一夜的大阪根，我们呢就要经历很多人间的丰富以及富有，因为我们不仅要财富上要富有，还要时间上的富有，有钱但不定有时间，然后还要体力上的富有，要能够出门好几天哈，你看一直到我们美国的课程，哦，它还要有一些时间上。还有一些空间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在此呢，因为那个英琦过去呢，就是在做一些业务上的工作，然后我一直想办法
每一年呢花很多的金钱时间呢去跟很多的老师学习。那在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前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工作，我也不想要跟任何一个人就是去耗我的生命。可是呢我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然后遇到导师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我很佩服的一个部分。那导师他的智慧呢，不仅是在这些修行层面，他在红尘中的智慧真的是在我个人的一个认知上面，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么棒的一个老师。那只要他简单的教导我一点点，我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就可以拨转我的一个生命地图。那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哈，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呢，大家呢，就是把握这一个难得的机缘，然后借着每一个情境，然后天地给我们的每一个礼物，我们对内做自我的一个检视，好，以及学习。好，然后接下来呢，邀请你父为我们导读第三段第七章第三段。在那次向 Frank 请教之后，这些光点更让我看到，他们是这样清晰的存在着。时而不时的地上闪现消失，闪现消失，有点像是烟火，但不竟然是这样，一时很难用来形容。还记得那时母亲曾经对我说，这些光源在我看到的时候虽然像错觉或者是看起来很小很细的微样子，但这样的光点可以说放置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放大，并且扩张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像我那时看到的一样，是那么的清晰的一点光点一个光点。所以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光点不再陌生了。经常他在显现的时候，他就已表现出他的存在。但对有些人来说，这世界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所以我才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其实蕴藏着很多的东西，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和努力见到或是意识到，然后用特殊的管道与之交流。谢谢。好，谢谢美顾。好，那我想邀请美娟做分享，因为我看美娟啊，她在屏东分享会她终于站起来了，站出来分享。然后我其实也看得到美娟的很多的改变。好，那先请美娟分享。美丽的英琪学姐，那个人生发的光辉姐，以及所有的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好。好，我感觉这个跟他喜欢一点。糟糕，就是我这次啊，周琦，之前不是21天喜乐丰盛吗？其实我一直都不敢那个录影，因为其实我要挑战21天的时候，我有自己试录一下。可是真的不行。那后来呢，这一次我就真的突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第一天录影的时候，我都后来录完影然后播上去之后，我想要丢搞哟，就是哇，有这样的力量这样子。那可是我后来就是这样的突破之后，我发现说哇，整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个其实就是
因为其实在我加入超马到五个多月的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很多很多那个，当我努力突破的那一个月之后呢，真的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发生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恐怖，就觉得怎么可能那么多好事会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啊，我卖功课啊，因为我都很怕说，因为传统不是都说如果有好事一直讲到最后会怎么样，会不见。结果我后来就不敢讲，就越不讲越糟糕，真的。然后呢，那时候新佑就跟我讲说，因为你要一直分享啊，这样子才可以得到天地的祝福。于是我又想说，好，那我再试试看。真的呢，当我有去做的时候，又去把它分享出来的时候，喜乐丰盛的事情又真的又来了。那昨天呢，就是我们上次就是去红豆节发书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很多的朋友。那前就三天前，我那个朋友呢，他就打电话给我，那就跟我讲说，哎，美娟，那个我哈、哦、有。我两天前的时候呢，听了太阳圣德导师，终于看了太阳圣德导师的书，一个点对几礼拜，一个月咯，千年之约跟鸟力全力，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棒。然后呢，怎样，然后他又上网上去听音档，那他昨天呢就来我们家参加读书会。原来呢，因为其实他是我以前很久的朋友，夫妻都是，那他的小孩跟我的小孩又是同班。所以呢，其实认识很久，那我也不知道说他们其实夫妻一直在一个系统里面学习，学了十多年。然后他昨天也自己讲说，吼，就像太阳圣德导师讲的，这十多年来，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那个，其实有收获，但是就一直那个人生的境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过去。那他就讲到说，吼，就可能像是太阳圣德导师讲的。永远这十多年来，永远都是在那个第一章，就学了十多年，就一直在第一章这样子哈、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昨天他之前我看到他，因为我们都长期在当志工，那有一天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就 po 他的相片到我们的那个志工群里面，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我真的吓一大跳，我说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结果呢，我就私底下打电话给他，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说好，你那个下礼拜是来我家，然后怎么样打？说好啊好，那我就去。所以他昨天有来，其实他也在某个系统，也是当了也做了十几年，而且他还是委员哦。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用心，一直以来就是在学校当志工，然后呢。他在某个系统当委员哦，委员弄爱心集嘛，哈、哦，他也收得很开心。可是他的那个，他就是这几年来他的人生经越走越下坡。然后昨天来我真的被吓到，他整个瘦到那种样子，有点讲难听一点了，我觉得他好像有被附身的感觉，我这么感觉啦，哈、哦。有感一个公上去给我滚，好，那我就是觉得说，那非常感谢新佑啊，因为他们还有慧前姐啊，他们两个一人哈、哦、对付一个，一个人攻一个这样子，那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是从一进门到他们要出门的时候哈、哦，那个感觉真的会很不一样了。那我希望说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善良的种子，那希望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本来是那个男的朋友，那个男生那个家长，然后他今天可是他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iPhone 我们本来是有约他来这边，那希望他就是精进之后呢，慢慢就可以这样子那个来进行啊，因为他不带他老婆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老婆很害怕。他也觉得说他在那个系统已经十多年了，然后呢他不敢乱跑，那他先生派他先生先来了解超级生命密码。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那然后我相信他这么好的人很快就可以接应他太太一起来这边学习成长这样。那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谢美娟的分享。好，然后美娟呢也是骨架改变很多啦，以前刚来的时候皮肤真的很大头，那个好、哦、现在好像感觉就比较不是这样子。那你说是脸是化粉了，可是手也比较没那么黄，可是全身都有一种美白的一个效果、哦、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呢在这个段落里面他在讲那个光点啊，智慧体啊、哦、有时候小有时候又可以放大。那我就想到那个仁德哥、哦、他的手机嘛，那个大头贴是不是有一个光点。好、哦，那我想要请他讲这一张照片的故事。最好要想起来。对，要看这一张。嗯，我忘了。这样声音可以吗？可以。好，那个超马家人大家晚安。晚安。那个美丽的主持人晚安。这个光点是智慧体，那个本来我们是对这个光点也是很陌生的。啊，后来经过老师在共修的时候，他讲说这个光点就是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护法。那么彩虹也是护法之一啊、哦。那么这个金光点，它随时都会出现，那么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缘看到这个金光点。那时候因为一起从彰化来带领这个凤山的读书会，那么在凤山读书会在这里一直 run 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形成一个能量场、哦、那所以说护法神也经常在眷顾。那么有一天，那么子方就心血来潮，因为刚学习超级生命运嘛，对太阳啊就特别喜爱，只要一有空一有时间就看一下太阳。那么看太阳的时候就随性就拿起手机、啊、因为有时候太阳光比较大，那时候是夏天嘛，然后就想说在室内这样往外拍就好。那么往外拍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拍这个太阳的时候，它的那个光点竟然会在屋内出现了、啊，哦、这我们就感觉到很稀奇。因为照理说我们这个肉眼这样子看过去那个光嘛，然后用手机这样子拍，照理说那个点应该是在太阳的周边嘛，但是没想到那个太阳金光点是在就在那个车库那个进门的那个地方，那个现在大家在外面那边有停机车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刚有贴老师的海报在那里，结果那个光点是在海报的那边出现了。啊，我的赖里面有一张那个图片，那个图片就是在那个角度拍到的，它、啊、里面有光，有光，然后光里面还有一个镜，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点，哦，绿色的点好像那个外星人在开那个什么那个飞船一样，哦，就在墙壁上，总共有三种不同的那种层次的光。那所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光的神秘作用，这不是我们的小脑袋瓜可以搞清楚的，但是用手机这样子拍下来的话竟然能够出现多重的画面，让我们感觉到这实在很不可思议。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喜欢共生读书的那个，所以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大家要经常参加读书会的共振，原因就是说这个能量场，刚刚那个一起国王老师的引导，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要把我们的能量维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宇宙一切都是能量在作用。如果说当我们的能量处于低的状况，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对，包括抉择也是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的能量场大于负能量的时候，那么贵人就会出现，啊，老天爷就会给我们的祝福，那把我们带到对的位置上，做什么都顺，一切也都顺。马上要过年了，大家维持正能量，哦、好好的，好好的发一下大财，因为老师希望我们今年所有的超马家人都能够富有，因为超马这么好的心法，如果说我们不练，然后让自己处于一直这样子平平缓缓的状态，那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殊胜，是不是？那所以说大家要加油，一定要实修实练。啊，达到太阳的心愿啊！谢谢大家。谢谢仁德哥的分享。然后
那个绿色光点啊，它不是一个光点，它其实好像有一个形状。那这个部分因此有请教老师，老师说小的话是一个那个金光点，放大的时候它其实它变成一个太空船，可以载我们走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它真的是可大，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然后那个仁德大哥没有讲到那个太阳花，其实那一天还拍到太阳花，那个太阳花真的很出色，因为仁德哥说他的朋友要拍一朵太阳花，是一大早开着车子到阿里山去等那个日出，然后要诵一部经文108遍才拍一朵太阳花，可是就在车库黄昏的时候就拍到这么美丽的一个画面哈。那同时那一天呢，寄了好几十箱的书，整个墙壁都是书，还有老师的海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展现一个祝福。那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一样要买票嘛，吼，先有早鸟票，然后或者是先有早鸟票，那不然就是一般鸟票，反正都是鸟嘛。那笨鸟慢飞，但是聪明的鸟呢，快一点飞这样子哈。那老师的书呢，也都有隐形密码，所以呢，一个枕头那么大，不要睡一本，我们是尽量睡多本一点，也比较不会落枕。好，然后呢，海报呢，哎，原来也真的有能量，真的就是会这样子。然后音档真的有能量，音起的习惯就是一早起来，我先把那个什么老师的音档听一下，好，然后或者是蔡宇勋老师的《弟子规》放着听。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都会听感恩四句偈。那我发觉我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嘛，比如说你是放其他的音乐，或者是老师的音档，或者是再加上蔡宇勋老师的弟子规，你在做家事的时候，你整个家是会发光的，而且你比较有智慧怎么样料理家务，比较不会杂，比较不会那么的乱。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视线哈。那是不是巧合？那是不是真的哈？引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在一年半以前我接触到超马之后，然后六月七月上的课程，然后后来呢在那个接下来好像在某个月份我就上了一场实作课，那就是要每天写作业。那我一写上作业我就蛮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智慧与日俱增，在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天上人间有接一条 USB 线，有在download一些讯息。那我在写到快要一年的时候，我发现我家出现彩虹，是在半夜3点的时候。那这个彩虹就维持了3个月以上哦，那就一落彩虹这样子，好像一条龙就每天陪着我。那我们会不会，我就心里在想说，这个事情其实我跟老师请教，老师说彩虹也是护法。那我心里的另一个想法是说，可能是我家的灯刚好做了某一个角度的折射，可能是光线啊，可能月亮的初一十五啊，可能是日月星辰的推移啊，哈。那我觉得说很美丽当中还做着很多的想法。那后来呢，因为有一些事情的累积，或者是自己呢一个稍微放松，我就大概停了一个礼拜没写，彩虹就不见了，它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事情给我一个警惕。后来呢，我就赶快再来写作业。我这样子大概在写了2个礼拜之后，彩虹又出现了，但是它换一个位置，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呢，我的手机打开也有，它就在里面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书，那读书也是第一天刚开始，就是第一次。那在一个光线，一个学员随性的拍的时候，3个光线过来，也有彩虹。所以我想呢，我们只要如法实修，在超马系统里面，一点一滴护法都看着。好，在此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找一个那个纯景。纯景也很发心哈，也在布置着那个读书会，也在办着读书会哈，感觉上也是越来越美。来，请他分享一下。老师，亲爱的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好。感谢英琪姐给我这次机会分享。那刚刚大家每一个人分享哦，我都很有感同身受，因为
每一个过程都好像每一天都会发生，尤其是看到光。刚刚这位学姐她在分享的时候就有好多小光点，然后刚刚仁德大哥在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光点马上白光跳出来。对，因为我是很容易看到光的人。那我记得我刚参加第一次超马的一个读书会的时候，我有点震撼到，就是有一个学姐，她说她只参加了一个月，然后她就下了好大的决心，她头上是一道白光。我想说这个人的境界怎么这么高，才一个月，她是那个白光，我们是要需要好几百年的，所以我有点感动，也有点吓到。那后来呢，因为不明白，所以没有继续在超马里面有一段时间，是两个月，一两个月前才又重新全力以赴在超马。那两个月前呢，就是在台北遇到了孙子林，孙子林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头上有两道白光，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修超马的人这么厉害，我是不是必须真的要做出抉择了，我必须要选边站。后来又加上就是脂肪姐也不断的跟我就是告诉我说超马真的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如实的修。透过仁德大哥跟我分享，我才真正明白原来新纪元已经在做一个系统的更换了，那我何必还在犹豫呢？所以我很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期望说台湾的读书会真的是要普遍，因为大家都不明白，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赶快的就是离苦得乐，这是一个很感慨的地方啊。所以也就是说自己真的会一直常常跟太阳公公忏悔说自己一定要合乎天心，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把这个我拿掉，然后呢为了台湾，从台湾开始出发嘛，然后能够赶快就是如实的修到位，然后让更多明白说真的就在那一秒你就可以富有了，你就可以很简单了，你就可以离苦得乐了。那最近这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参加那个49天的富有因爱而富有的抽牌卡的活动。刚开始第一天在参加的时候很感恩佑华，真的是天地的安排，没有想到去他家，他刚好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就马上录完之后，我们就听到很多象棋的声音，我说惨了，会不会以为是打麻将，所以赶快在那个脸书下面说请不要误会，是阿伯很爱下象棋这样子。然后呢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个 data 好像在转换，过去的我好不真实哦，我在录的时候一直 NG， 那个 NG 是我觉得好假好虚伪哦，好做作，天哪，我怎么那么这么多的不完美，心里真的非常的不愿意一直，其实我录完我都不敢看，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真实，非常不完美，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可是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阵子我必须要选择面对了，所以最近一直在挑战很多内心的一个挣扎，而且好像起修才是从现在开始，前面做了这么多，原来还是不够，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而且是往内心很深层哦，一则喜一则忧，因为忧的是要面对，那喜的呢就是哇，通过超马，在我过去的宗教系统里面我修了20年我都没有办法突破的点，我终于可以一一的突破，真的好感恩好感恩老师，我这两天一想到老师我就一直大哭掉眼泪，然后现在都不敢哭，对老师说不能太开心也不能太悲伤，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老师就好想哭好想哭，就老师我好想你哟，谢谢。哎，就觉得很温暖哈，有一种暖流。其实纯净也是变白变亮，就是这样看到他，哎呀，变得比较细，有一点也是飘出一个仙气。刚才默默欣赏他很久这样子，那就是我诚如这段所言呢，我们的很多家人呢在分享着像天方夜谭一样的事迹，但是这些事迹呢，它真实不虚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那我们不用会飞啦，不用会感应，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周围其实蕴藏着很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接得到有些人接不到呢？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跟能力见到或意识到，然后呢用着这个特殊的管道与之交流，就是老师所说的接通天地的源头。
富有可以很简单。那么这个富有呢，不只是财富上的富有，就像我们这个第三页，我们这本书的第三页的左侧，今生拥有一片丰富的成就，此刻我已经非常的富有。那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谢谢。